原标题：李宗仁的桂系屡次反甲，蒋介石为何不除掉他们？还一直重用自民国以来，有一派势力一直活跃在中国近代的军事政治舞台，就是桂系，其代表人物也不断变化，从原来旧桂系的陆荣廷，到后来新桂系的黄绍竑、李宗仁和白崇禧，其中以李宗仁、白崇禧时期最为出名，也被合称李白。以李白为代表的新桂系有三个特点：第一是持续时间长，新桂系在1925年统一广西后一直活跃在各个历史时期，直至被第四野战军彻底消灭；第二是军纪严明，作战勇猛，这一点几乎是公认的。从北伐战争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，再到抗日战场以及后来的解放战争时期，桂系表现的都相当出色，甚至赢得了对手的称赞。第三个特点有点尴尬，那就是桂系军阀屡次反蒋，是国民党内的反蒋专业户。蒋介石一生中有三次下野，桂系全部参加，而且每次老蒋下台，李白二人都出了大力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，那就是虽然桂系一直反蒋，弄得蒋介石颜面扫地，但蒋介石却依然不除掉他们，反而还一直重用桂系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首先，咱们从桂系与国民政府的渊源来看，李白二人早在1923年的时候，就与当时还依附于陈炯明的孙中山建立了联系。李宗仁和白崇禧统一广西后，立即选择了与刚刚击败陈炯明的国民政府联合。在北伐战争开始之前，李宗仁派了一个旅先期北上，且就被北洋军阀攻击的唐生智，在国民政府正式实施北伐之前，桂军就先于国民和命军各部前出湖南了。而且北伐军的主力主要是国民和命军第四军以及桂军的第七军，两军相互支援，一举击溃吴佩孚。随后白崇禧率第七军挥师东进，在江西德安击破孙传芳主力，奠定了江西战场局势。宁汉合流后，国民和命军进行二期北伐，白崇禧再次率部参战，在金浦路连破直鲁军，带着广西兵一路打到山海关，桂系第七军也获得了刚军的称号。从这点来看，李宗仁、白崇禧不同于其他军阀，像阎锡山、刘湘、龙云等军阀，他们都待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当土皇帝，很少出去。但桂军不同，桂军几乎参与了国民政府北伐的所有战斗，为国民政府的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第二个原因，桂系实力强大，内部团结。说桂军实力强，可不是吹出来的，而是在战场上打出来的。桂系军阀会打仗，敢打仗，善打恶仗，战斗力在民国各路军阀中首屈一指，仅次于蒋介石的中央军。李宗仁、白崇禧在广西经营了30多年，广西兵只知有李白，而不知有委员长。而且李白二人配合默契，虽说不是结义兄弟，但是却情同手足，共患难，同进退，其情谊令人感叹。由此带来的效果是，桂军内部空前团结。桂军的团结让惯于利用离间计分化地方势力的蒋介石无从下手。举个反向的例子，1936年的两广事变，粤系军阀领袖陈济棠联合桂系举兵反蒋，但由于粤军内部不团结，空军司令带着所有飞机投靠蒋介石，最终导致失败。第三个原因，桂系在国民党内外支持者众多。1948年4月，蒋介石就任中华民国总统，本来按照他的意愿，他希望居正或者孙科这样的文人来当副总统，没想到半路杀出来个李宗仁。由于李宗仁所代表的新桂系与国民政府渊源颇深，李宗仁自然结识到很多国民党内的元老，像程潜、于右任等都支持李宗仁。结果李宗仁成功击败孙科，
居正等人当选副总统，此事曾让蒋介石大为恼火，但又无可奈何。除此之外，李宗仁还博得了美国人的青睐。蒋介石第二次下台后，在美国人的支持下，李宗仁顺利成为代总统，这些都证明了李宗仁为代表的桂系在国民党内外有相当的威望。蒋介石要想动他，势必要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历史客栈作者威廷跟施坦因有趣味、有思维、有品味的三位历史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 MASHAOHUA108 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